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强子。今天跟着他兄弟，那兄弟呢？看到车喽！跑那么快啊？今天跟村里那个兄弟过来提车，走吧。然后去提车的话，一定要穿短裤、配拖鞋，那样才能显得，才能突出我们那种优雅的风范，走吧。就是这辆了，这辆，我看看，哈佛大狗，看一下内饰。爸爸，这辆，这辆努力奋斗，五年总是有的开的。只要努力，总有一天我会像我们村这个兄弟一样，是吧？也会能开上豪车的，努力，面包爱情都会有的。我的这个空间还是蛮可以的，空间蛮大的啊。坐的还是蛮舒服的，全天窗，位置很高。哎呀，我的这个衣服在这里哦，啊。但是上次来看车，一直放在这车里面了。有一份你买了，你放了，放一份没有过来，准备摊开呀，到时候再给你。你在喝什么？好喝吗？罗汉果是吗？新一代大狗车主。哎。走了吧，回家了，不。先去加满油，然后再去市场买菜，然后就回去了。然后再回家坐电梯。嗯，是的。牛杂嘛。都不知道我要买什么菜。看到我们鞋子，看到我们鞋子，这位厨师大厨，看他要拌什么菜。好了没有？等你来买单喽！啊，等你来买单喽！等我来买单。走啊，上车！哎，我爱槟榔，哎，干了爱吃那个槟榔的，来口水果，哎呦，哎呦，要再装好槟榔。上车去，别再来了，再来干嘛那么热？上车去。啊，我刚要包槟榔，哪有装槟榔？快点！广西十万大山就是这么来的。能不能进来先？
顺利到家了啊！在这里也祝我们，祝我们哥长兄弟啊，喜提新车啊，恭喜恭喜啊，顺顺利利啊！嗯，好好好，来拿着。我也要玩。嗯，哎你，把它撕开。一、二。好了，那新车也提回来了，祝咱们哥长啊，恭喜咱们哥长啊，顺顺利利的啊，一切顺顺利利的。然后那本期的视频咱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，准备做菜了。可以吗？来，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